今天您高兴吗？高兴了，事儿就好了，并不是事儿好了我们才高兴的。感恩跟喜悦是宇宙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频率，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要选择高兴。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情况就是这个情况，那我也在好呀。时常在感恩跟喜悦的频率，不管你做不做什么事情，美好都会找上门来。那今天送给您一句话，好好爱自己，分分秒秒快乐，不烦不怨，就算你什么都不做，美好都会找上门来。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要选择高兴，让自己保持在高频喜悦，一直嗨，高兴了，是啊，就好了。